美国总统川普害全球金融市场进入避险模式，日元周三一度升破113对1美元，金价冲上1245美元，都是因为管不住嘴巴。So we had a very, very successful meeting with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Russia.华盛顿邮报揭露，川普接见俄国外长与驻美大使，泄露有关伊斯兰国敏感机密。这场政治风暴让投资人担心，川普可能被弹劾，无法完成任期。这股避险情绪也带动日元对美元一度来到112.50，金价也冲上每盎司1245.07美元。从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，美元就像坐云霄飞车。去年11月到今年1月初，美元上涨近7%，近期走势反转，已经下跌超过5%。投资人只希望川普不要再乱讲话了。财经中心综合外电报道。